大家好，我是卡尔，我在万里长城第一站宜宾度大学。我住在宜宾大学城，家里有12所高校，这是一个科技聚集的地区。我现在要做的宜宾帝国就是世界第一条金融轨道跨越系统。坐上这让我想起了唐三铁路，中国帮助了我们，让我对中国想起了好几。要说中国，你肯定会想到长江，有些地方也叫扬子江。 这里就是江江，被广为人知的起点，也是宜宾的魅力之一。老板，来一碗凉面，一碗抄手。嗯，这非常好吃，不过有点辣。老板，来一份凉糕。啊，谢谢。刚才提的凉糕就是江子这里。 全中国这里属于江松，嗯，哇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冰冰凉凉的，吃米做的冰淇淋，一定有好多美食美景，太可惜了吧，我不能跟大家一一介绍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来跟着我。 我们冰城用的投影就在这里生产的，完全的中国技术。别看中国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，他们还在不断的创新。这是我上午的展示，江江第一站，宜宾。这里有江江的历史文化，也有飞速发展的科技，自然环境安逸，美食也很巴适，欢迎来宜宾耍。